个遇到我讲话了，没有，因为我是比较爱讲那个，然后他是比较安静那个，对，我真的很静。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收录在第二张专辑，然后那个时候就选好了这首歌，其实我也很喜欢。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第二代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，然后这首歌是女生的作品，所以就自然而然的那首歌就是由我来唱，必须要由我来唱。结果我就在录音的过程，其实我觉得很挣扎，因为老实说我一直没有觉得我唱得很好，然后我表演的时候都不唱这首歌，但是我又觉得说这歌太浪费了，因为那个编曲实在编得太好，他编得太好。然后啊，后来一个不小心，有一天我就听到 Serena 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惊艳地发现说这首歌终于都找到主人了，所以从今以后我就不用再演唱这首歌，但是这首歌又可以跟大家见面，所以你们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？好，然后，所以那些已经买了专辑的朋友啊，尤其是第二张专辑的朋友，下次到《花言巧语》这首歌的时候，麻烦你 skip。然后今天你可以把那个手机拿出来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录，然后以后到那个 track 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拨手机。OK， 把声音交给 Serena， 花言巧语。确实真的很难唱，因为低得很低，高得很高。我真的，所以我每次挑战我自己，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送给大家，《花言巧语》。
手，倾听我心诉说。当我付出真心换了却是空虚寂寞，往日甜蜜回忆是锁在我心里，就让那往事如